刚刚他们跑过来抢我的直播棒，不让我这边直播，我好难过，我好害怕哦。我觉得民众党你们有你们的表态自由，我也有我表态自由，我站在我的区域，你们跑来抢我的东西，整个政党就欺负我一个弱女子，很过分。刚刚他们跑过来抢我的直播棒，不让我这边直播。我距离他们已经100公尺，警察说我可以安全的站在这边。结果那个穿白色衣服，他刚刚就抢我的直播棒，他连让我在100公尺外直播都不可以，我好难过，我好害怕哦。刚刚有人向你掉水瓶，你会做什么处理？还好啦，没有震到我。不能放他过啊，万一打到你的重要器官怎么办？不是这样运气好的啦。你看我距离他们那么远，警察贝贝也说分开区，我也有乖乖听话，也分开区啦。结果他们跑过来就跑来抢我的直播棒。长官刚才丢东西那个哦，人身攻击那个名字要给他抄起来。我觉得民众党你们有你们的表态自由，我也有我表态自由，我站在我的区域，你们跑来抢我的东西，整个政党就欺负我一个弱女子，很过分。饱饭应该还会再过来，而且你看刚刚抢我直播器材的还站在那边，我现在心生畏惧，好可怕、啊。说好要提出告诉的话，我们现在马上可以受理。晚一点呢、啊，晚一点去了，晚一点去，现在来送礼物了，我晚一点去。谢谢。